吃惯了外面买的肉松，这是试试自己做的肉松吧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做肉松的教程，简单上手。姜切成小片，猪肉洗净切块，和姜、料酒一起放入铁锅煮熟。将煮熟的猪肉块用厨房纸吸干水分，放入保鲜袋敲碎，敲碎的猪肉放入不粘锅，倒入老抽和生抽，用铲子不停地翻炒，翻炒至干燥。再把炒干的猪肉放入破壁机内，长按点动键10秒，用筷子将里面的肉松上下翻动一下，再按点动键搅打，重复这个步骤，可以搅打至自己喜欢的碎度，最后取出装盘，一碗松软可口的肉松就完成啦。营养丰富，易消化，配粥、配馒头与面包都是很棒的，快来试试吧。